件事情，就是头两天我做梦，中午的时候梦到师傅，做节目特别特别累，然后师傅就跟我说，你不能懈怠，你要是不好好念经的话，你的要经者他们会一直盯着你，你要好好念的话，他们可能还会原谅你。然后师傅说话特别累，我就到了师傅打电话的现场，我看见师傅拿那个开水烫自己，就是不让自己睡觉。后来我就觉得师傅很辛苦，我做的太不对了，师傅，请原谅我。你就不知道，师傅有时候要咳嗽做节目的时候，拿手捏自己的肉，你这大腿啊，掐自己啊，是的，真的，我不骗你的，因为什么太累了呀？就人的肉体啊，跟你精神有区别了呀。你精神就是菩萨的思维，你帮助众生，但是你的肉体撑不住，你听得懂了吗？是，我梦里头就看见师傅拿开水烫自己，我觉得我告诉你，特别难受。就是有时候想睡觉的时候，去拿那个非常滚烫的水，就洗脸的，那这样的话就自己醒过来了吧？这怎么办了？因为太忙了。因为太多事情要做了。是的。